新北市政府所举办的新北欢乐耶诞城，不仅票选为全台湾最浪漫的耶诞景点，今年呢更是破了纪录，耶诞树长高到36公尺，而且要和全台湾的民众一起来欢乐过耶诞51天，突破了去年45天的纪录。小熊及耶诞老人一起前往充满奇迹的极光梦奇地吧！全世界最早准备迎接圣诞节的地方就在台湾的新北市政府。新北耶诞城中最高的主灯耶诞树长高到36公尺，而且过耶诞节欢乐的气氛会一路热闹到明年的1月4号。这是我们新北市连续4年要来办我们的欢乐耶诞城，从今天开始点灯。连续51天，大家可以看到全国最高的圣诞树。今年的圣诞树还长高了一点，所以我们是继续全国最高的圣诞树，而且我们的市民广场化身为欢乐的我们的游乐园。新北欢乐耶诞城去年被网友票选为全台最浪漫的耶诞景点，今年从11月15号开始点灯，要1连15天，让全台湾的民众都有机会参与，在缤纷的灯海还有精彩的活动当中，留下特别的过节回忆。扣除选举前的2个星期假日，12月以后的每个周末6日，在市民广场上都有不同主题的表演活动登场。详细的资讯可透过新北市欢乐耶诞城活动官网查询。中嘉新北新闻板桥采访报道。